修炼创造的金身变成冰棍，跟人们同等。等你们获证生活证了，你就不可以少还有安装。今天呢，政府不允许单枪连花机枪对准你们家属，一个孩子也不能死。今天送金回向给你呀，先往生坐啊，念佛啊。今天呢，政府不允许单枪连花机枪对准一个家属，一个孩。